场馆人也好多，高，铁哥进来了，哇、哦，现在是一起出场了，哎，之前是一个一个队，出场也都是这样出场吧，二年也是这样，一起出场。你们那年有这个吗？就是跟观众拍手。第一次有，就是第一次上台，但后面他就不一直上台了。啊，是的，因为疫情就不让。感觉这么好爽，就你一路这样跑过去，然后每个都拍一下。但当时有情况，我不敢多。哎，今天出场顺序也变了。本来是上台先来是吗？哦，对，就跟之前几天那个把 Faker 也调到最后一个一样，对，他会根据情况调位置，他估计是兵压轴了，反，对，反的就是给兵出场，哎呦，小虎好自信。给他们发熏这个音是有点难。哥们儿，今天主持完要喂干嘛？啊？喂哦！扔了，这一粉红吗？这样兄弟不要了就。不冷，冰应该不冷。设计好不要了。出门先把衣服脱了。没见过，估计应该也没见过。他光看他也没见过、啊、谁都没见过，走着走的路旁边的人把衣服脱了，真的衣服搞的。我操，这有点变态。然后他们出国之前我还见到一次兵，就和他稍微就握了一下，他好像力气真有点大，就专门对搞锻炼的。他这种确实不冷，看 Night 像是那种一定要一直穿的衣服。